朔月二，蓝忘机踏着雪回到静室时已是深夜，屋里点了几盏烛火，火盆烧得正旺。一进门，蓝忘机就被热气熏了一脸。魏无羡见他回来，扑上去给他了一个熊抱，抱了一身冰雪气，嫌弃的把蓝忘机的披风扒了，推着他往火盆那里去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忙啥呢？魏无羡把蓝忘机按在案前坐下，又倒了杯热水给他。年终礼账繁琐了些。蓝忘机轻轻呼了口气，面有倦色。别的事物也倒还好说，蓝曦臣当家这么多年，凡事皆有成规，只是这银钱上的事情他确实不擅长，也是硬着头皮上。好在他气场冷冽，不需多说，只坐在那里就足以震慑大部分宵小。以后别等我，你早点睡。哎，这样就逮不到你违反家规了吗，我的二哥哥？魏无羡撩起蓝忘机的墨额飘带，嘻嘻笑着，嗨师兄哦。蓝忘机面不改色地任他扯着玩，甚至自己主动抬手去解，却被魏无羡一把按住了。魏无羡干笑了两声，嘿，那个，不用那么着急吧，二哥哥，先换药，对，换药。自从两人通过心意，夷陵老祖就见识了冷若冰霜的寒光君含蓄而又奔放的另一面，而且墨额这一步就仿佛是开关一般，每次魏无羡被欺负得很惨都是从解墨额开始的，以至于现在都有点条件反射。蓝忘机由着他把自己的墨额重新系解，问道，叔父今日找过您？魏无羡做了个抱紧自己的委屈表情，哦，可不是嘛，我被骂得好惨啊，二哥哥为我做主。蓝忘机微微牵了牵嘴角，低眉喝水，淡淡丢出两个字，不信。嘿，你怎么知道？魏无羡本就是逗他，被蓝忘机这般笃定的识破，倒是有几分好奇。我都做好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准备了，视死如归的去，你叔父居然没骂我，还一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口气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被夺舍了。那是你对叔父的刻板印象。蓝忘机随手一指案上摊开的手札，这些叔父都看过，甚至研习过。案上正是蓝忘机的手札，这一阵魏无羡一直在研究，本来是蓝忘机带着焦丝锥的，魏无羡跟着蹭课，结果蹭课的那个一点就通，正经上课的那个百思不得其解，很快连连受到打击的丝锥开始怀疑人生，拒绝了夷陵老祖的陪读课程，魏无羡也就不再打击小孩了，自己埋头研究，接受床头辅导，精进一日千里。这本就是原初轨道的功法，蓝忘机又做了许多延伸和归纳，魏无羡上手自然是极为容易的，前世只是没这个时间和机会，如今舒舒服服地待在云深不知处的仙府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有大把的时间沉浸其中，外人不知，只有蓝忘机清楚，如今他能遇鬼，魏无羡亦能遇灵，鬼道双仙倒真个是名实相符了。是是是是，我迂腐，我迂腐，我成见了。魏无羡笑眯眯地掏出蓝忘机的庚帖来欣赏了一回，啧啧道，原来二哥哥是大寒的生辰，难怪这么冷，明儿我还得自备一个自个儿的，交给你叔父去。蓝忘机目光落在自己的庚帖上，眼神揉了一揉，忽然抬头看进魏无羡的眼里去，认真问道，魏婴，若你不喜欢这许多规矩条框的地方，我绝不以牢笼困你，别处另辟居所，一物不可，你喜欢哪里？魏无羡大笑，拉起蓝忘机往榻上滚，我爱死云深不知处了，哪儿也不去。蓝忘机由他拉着跌坐在榻上，口中仍是认真的语气，我说真的。魏无羡笑意盈盈地继续扒他衣服，声音收了戏谑，我也说真的，蓝湛啊，我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这世上哪里真有没有代价的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呢，在乱葬岗落草为寇，那也是被逼的，你当我喜欢吗？有界限的自由才是真自由。
况且我们既然结为道侣，你在的地方就是家，这么好的地方遮阴避雨，我有什么不喜欢的？你不觉得约束就好，二哥哥不罚我抄家规就好。带着药香的绷带从蓝忘机肩头一圈圈滑落，露出满是伤痕的背脊。饶是已经看过很多次，魏无羡依旧忍不住替他觉得疼，指腹在皮肤上激起细小的战栗。蓝忘机被他摸得发痒，背身抓住他乱摸的手指，半声道，痛苦大多来自想象，没你想的那么夸张。魏无羡皱了皱鼻子，把蓝忘机按倒下来，轻车熟路地取了外敷的药膏化在手里，轻轻敷上尖肋的骨头，口中道，你就糊弄我吧，刚一入冬就往你屋里搬这么多火盆，虎存君隔日就来看你一回，这般护重能没个缘故？蓝忘机伏在榻上没做声，呼吸声略略重了一分，虽然今年比往日好得多了，不大影响行动，但毕竟骨头里的伤不是朝夕之间可以痊愈的。魏无羡听着呼吸声也知道他忍着疼，便一直跟他闲聊来着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你那只小黑兔我已经教训过了，嘿，你别说，还真有些门道。什么？我听说你觉着这兔子像我才带回来的？蓝忘机没做声，耳根有点发热，堂堂寒光君拿着兔子寄情这种事说出来叫人笑话，即便是魏无羡也不行。魏无羡也不要他答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，也不是没道理，我琢磨着这兔子还真藏了我一片魂魄碎片。蓝忘机微微一惊，支起上半身回望过来，你说什么？哎，别动别动。魏无羡把他按回去，听我说嘛，这兔子若是玄武洞附近捡回来的，还真有可能在屠戮玄武体内，我拔阴铁剑的时候被其中的怨气冲击魂魄不稳，兴许还真有可能有灵石散落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即便是我的灵石碎片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却没法轻易取回来了。所以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那个事儿，我忽然有个想法。魏婴，蓝忘机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，突然坐起了按住魏无羡的手，正色道，万万不可在自己身上做实验，我不准，听到吗？刚刚还越说越兴奋，探索精神热血上头的夷陵老祖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在蓝忘机琉璃色的眸子里败下阵来。好吧，那你总得给我个实验对象啊。蓝忘机道，你若真有眉目，我去寻宋道长来。魏无羡一想也是，又问道，那你跟泽无君说过没有？蓝忘机穿好中衣坐起来，微微摇头，若是不成就别给希望，等十拿九稳再说。说罢蓝忘机忽然微拢眉头，抚上胸口，把魏无羡吓了一跳，连声问道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下手重了？不是我。蓝忘机拍拍他的手示意无事，是兄长。泽无君怎么了？蓝忘机微叹，兄长很难过吧？魏无羡听他说过四血共感的事，知道他们兄弟感情甚毒，共情时的零星片段他也看到了。几番生死关口，若不是蓝曦臣死死拉住蓝忘机，今日莫说道侣了，还能不能见到人，能不能明了彼此的心意，恐怕都是未知数，多半又是一场空留遗恨的意难平。所以当蓝忘机跟他提起修补残魂这一桩事来的时候，抛开这个技术议题他本身的兴趣不谈，他也极想出一份力的。那我们这个当口城里会不会不大好？泽无君会出席吗？魏无羡问。这是两回事。蓝忘机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自己过得好才能对身边人好，况且若非这个因由，我恐怕还敲不动兄长的门。魏无羡奇道，咦，听着这么自私的话，可真不像是从寒光君口中说出来的。蓝忘机老实承认，叔父说的。蓝启仁近日十分头疼，本以为蓝忘机这个侄儿已经是他教育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了，
却没想到一向不需要他操心的蓝曦臣犯起倔来，真真不下与蓝忘机。从射日之争算起，蓝曦臣执掌姑苏蓝氏已近20载，带领家族避过了几次大的危机，身负众望。这突然一撂挑子，所有人都很意外。蓝启仁从前知道他与金光瑶相交甚密，但直到此时才意识到金光瑶居然在蓝曦臣这里有这么大的分量。可不管是手腕智慧还是道理道义，蓝启仁都觉得无从劝起，棘手得很。蓝曦臣都明白蓝启仁着实没什么可说的，晓之以理，不成便动之以情。可蓝曦臣完全拒绝交流，不论蓝启仁说什么，蓝曦臣都沉默以对，一言不发，让人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蓝启仁劝说不成，便去找蓝忘机，问他为何不去劝劝。被蓝忘机一句话堵回来哑口无言。蓝忘机对蓝启仁道，您和兄长劝过我这么多年放下魏婴，我听了吗？见蓝启仁无言以对，蓝忘机轻轻叹息，兄长执拗，与忘机并无二致。话虽如此说，蓝忘机还是择了一日坐在韩氏门口抚琴，曲子还是那曲清新音。蓝曦臣当时并不理睬，可架不住蓝忘机夹了凌厉的琴音直入识海，怎么也屏蔽不掉，再多循环几遍，愣是把清新音弹出了乱破抄的效果。心烦意乱的蓝曦臣终于体会到当年蓝忘机为何与他说清新音无用了，当真是心有不平，何音可清。蓝曦臣有点漠然地想，这不仅仅是报复，近乎是欺负了，不就是要他开门吗？随便好了。韩氏紧闭许久的门终于缓缓打开，蓝曦臣出现在门口，琴音在蓝曦臣起身离席的那一刻已经戛然而止。蓝忘机在门外执礼告罪，兄长恕罪，让忘机说句话可好。蓝曦臣一言不发地离了门口，只留下门半掩着。蓝忘机伫立片刻，跟了进去，轻轻合上门。